就在这互动。啊，讲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哦，对。再回一遍吧。非常非常的高兴啊。这个我是打酱油的啊，没有任何计划说要参加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坛。刘桂明先生，当年离开律师中国律师杂志，那么自己就想，可能以后就不会再会有类似的论坛了。那么经过长达几年的蛰伏，大概有三年左右，四年的蛰伏，现在呢重新出山。又在成都，我想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纪念地，能够重新开始民主与法治啊这样的一个巡回讲坛，那么我个人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也一如既往的愿意参与哈这样的论坛，但是这次刑事辩护有钱烈阳律师、许兰婷律师在这个地方。我们这种人总说话，季祥德教授都是世界上这个领域最好的专家，所以我个人呢上午在乌鲁木齐，刘桂明先生给我通短信说协调一下子讲什么，我想就讲一讲最近我们呢有一些个涉及到一些重要的或者说巨大影响的这些刑事案件、刑事辩护中间学者跟律师之间的互动，学者之间能够做怎样的一种贡献？这是我自己最近。我觉得你站太高了，我想把你卸下撤了。本来就这点优势了，你们给我削弱掉了。那么，可以说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处在一个惊心动魄的一个状态之中。主要的让人担心的或者说让人担忧的就是重庆的这样的一种打黑活动，给中国的律师提出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或者说一种困难。前不久6月11号的凌晨3点钟，一个著名人物走出了监狱，李庄先生离开了重庆的某个监狱，凌晨3点钟出来，这是选择一个好时间，因为没有记者，不会有任何人在监狱门口围观，然后就匆匆忙忙送到机场旁边的一个宾馆，然后第二天订最早的一趟航班，李庄由他的太太和他的儿子陪同，回到北京。当时我在早晨，那天早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醒那么早，大概6点多钟就醒来以后，脸都没洗就上网去。突然就发现，李庄的儿子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在读学生吧，今年毕业，他儿子发了一个微博，把自己跟母亲跟父亲的照片，在飞机上的照片发到微博上，我记得马上就转了这一篇微博，简话说的非常简单，李庄获得自由。那么后来是紧接着那一上午，这篇通信转载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到了13号，我们终于在北京可以有一次非常好的聚会。许兰婷律师也参加了那场聚会，德高望重的江平教授也参加了聚会，还有陈有希律师了，杨雪林律师，等等，四位江律师好像没参加。那么，这次会上我吃惊的发现，其实李庄的确他的眼睛老早，这个，平常聊天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是下意识的老早。我其实我跟李庄一点都不熟，过去只是说有一次好像律师文哉，孙国栋先生主持的一个会议上，我好像跟李庄见过一面，没有任何交往，没有注意到他的那种面部表情。我问李庄，我说是你这个眼睛是从那一刻开始坐下病了，后来就开始眨呀，他现在一直就这么眨。李庄说我这老毛病了，一直就这样像一直眨眼。哎呀，我说这个习惯好很不好，作为一个刑事律师更危险的一个习惯。你们也知道李庄这个案件在最后的第二季的审判过程中间，最后是学术界
有几位学者跟律师界的几位非常优秀的律师，大家组成了一个观察团，这个反正就是提供一点咨询，那么有学术界主要是江平老师，何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冰教授，还有我，好像除了这三个人以外，其他的都是律师界的一些知名律师，组成了一个观察团。那么这观察团一宣布成立，在网上一发布，好像海内外都非常的关注，包括国外的一些媒体都打来电话要采访。那在那之前，大家知道，对于李庄案的审判以及重庆的打黑，那么中国的法律学术界，可以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一种风貌。也就是说，到底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但是我自己看到的情况是，绝大多数的言论，绝大多数的学者是提出了非常直率的批评。那么，当然，西南政法大学的学者例外啊。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有一些学者，在李庄案的第一季审判的时候，他们呢，星夜兼程的去参加了一个由重庆市政法委召集的会议。这个会议是凌晨1点钟左右开始开，就在李庄案审理的那个法院，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审判厅的楼上，一间带有视频直播的那样的一个会议室里边。当时重庆大学法学院长陈东林、西南政法大学的几位学者，像梅川强等几位教授，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事实上后来好像被歪曲了。第二天早晨，粗暴的《重庆日报》刊登了四位学者或者五位学者力挺重庆，认为重庆李庄案从管辖到相关的程序方面的一些没有任何可质疑的，也就是说力挺重庆的这样的一种做法。结果好像在网络上引起了相当大的一些非议。那么这次好像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教授叫王勇教授，在毕业典礼研究生毕业典礼致辞上面也捎带着西南政法大学给骂了一句啊，说这个我不希望你们将来要做法官，我不希望你们做到黄松友那样的法官，那样的贪官式的法官，在这一点上我们绝对不想跟红旗飘飘的西南政法一决高下。哎呀，我其实我的研究生是中国政法大学读的，本科生是西南政法，当然对自己本科的学校感情更深一些，自己的母校受到这样的一种贬损，这样的一种伤害，心里边气不过，然后就说这句话很不妥当。我说王勇教授这个致辞这句话，简直可以说是在西南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我们这个学校现在伤不起啊，伤不起啊。这是西南政法的一些校友，看上去也都是怒不可遏，上去就跟这个好像批评着网友这样的讲话。那么我也自己复核了一下，其实，对重庆的打黑，甚至对重庆的唱黑唱红，提出最直率的质疑的，可能除了某些学者以外，西南政法的毕业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江平老师这样的中国政法大学的前校长，他明确的批评，认为这是法治的倒退。那么除了像何冰先生，像华中政法大学的童志伟教授，我觉得童志伟教授写的文章也非常有力量。那么其他的一些学者，你们知道都是西南政法的毕业生，像我们的西南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80级的范忠信教授，长期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教的范忠信教授，他从历史的角度，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对于唱红打黑，尤其是打黑，提出了非常激烈的抨击。范忠信教授在学理上，他过去研究的领域包括中国的西方刑事法律方面的有一些原理性的东西，其实他认为这是可以相互沟通的，比方说同居相为引，我们过去一直认为这是一个糟粕，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但是
范东兴教授说，西方国家也要照顾这样的一种东西，比方说绝对不可以让一个人的亲人出庭为了做不利的证据。西方国家特别重视保护这样的一种，比方说僧侣、神父跟他的教徒、医生跟他的病人，这样的律师跟他的客户之间的一种信息的保密，这是不允许取证的。那么这样的一种社会秩序的建构，并不像我们想象的，我们都大公无私，我们都大义灭亲，就能建构一个良好的社会的。那么，范东兴教授的文章发表的非常早，可以说在去年就发表了很长的这篇揭露重庆的这种黑打黑，用黑打的方式进行打黑的做法。那么另外一位是许章润教授，现在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许章润教授，他是西南政法大学七九级的毕业生。许章润教授也是说要保卫我们的社会，我们要建设法治，同时我们必须要保卫我们的社会，鼓励公刚模去揭露自己的律师礼装，这样一种做法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合理的社会，带有一点点人情味的社会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篇文章在财经在一家这个天泽所的那个网站上发表出来，我还专门在我的博客上把它转载一下。让我非常意外的是，跟我一样是西南政法七八级的同学，现在的苏州大学担任副校长的和法学院院长的殷爱春教授，这是非常意外的。殷爱春教授居然写了一篇文章，从回顾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们的表现来去揭示重庆目前的这样一种跟文革越来越相似的一种状况。那么他是个副校长，他过去据范东兴教授过去在苏州大学曾经工作过，觉得这个哥们儿其实挺保守，但这次为什么会冲将出来啊？里边还引了我的文章的话，表达对这样的一种我的观点的声援。那么另外在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那在今年的4月12号吴邦国视察重庆刚刚回去，我就发表了一封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题目叫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那份理想。那么这封公开信是从一个校友的角度去写作，我相信呢，我们那届同学，重庆也好，成都也好，西南政法的毕业生，这个比例很高，但像重庆有时候审理案件，原告代理西南政法的毕业生，被告代理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然后法官也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这就不用回避了，大家反正都是一锅的啊，一伙的啊，那么。我们那一届同一届的同学在重庆的法律界基本上差不多退休了，我的同学好像现在60岁以上的人不少了啊，没退的都抓起来了所以我现在以所谓的七八级毕业的，我们西南政法文革恢复以后第一届毕业生，那么以大师兄的身份喊话，向校友们喊话，唤起他们的对于目前这样的一种状况的一种认识，或者说他们内心的某种抵抗。我觉得最后当然这样的一封公开信好像影响很大，我最后我其实开头想在南方周末发表，我因为如果先在平面媒体上发表，在网络就可以大规模转载，没有问题了。如果是只是我在博客上发表首发，那么其他的媒体就不大敢转，就比方说门户网站，它的来源必须是正规的、很规范的。我跟南方周末说：“哎呦，不敢发，我们现在南方系已经被重庆定义为汉奸报纸，不能搞哈。”然后南方周末不成，我觉得财经这个杂志也不错，我也特别喜欢，经常能够在那上面发表点文章。财经说刚刚接到指令，不允许炒作这个事儿，后来又被经济观察报，结果都不能发表，后来就算了，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发了。反正我的博客现在点击量1000多万，
虽然比不上陈有希学术网，但是这个点击量也是很高，影响也可以。我特意在下面注明一条，注了一条说本文放弃版权，欢迎媒体转载啊，尤其欢迎重庆的媒体转载啊。我相信我在公开信里边非常认真的去说一些道理，我去分析李庄案在法律程序上到底存在什么样的一种缺陷和问题。那么我分析其实所谓的打黑过程中间，为什么某些的做法其实是完全违反法治，可以说践踏法治的底线的一些做法。我也自己特意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现在已经是升任副市长王立军先生说了一些话。这个王立军先生现在也被西南政法大学在2010年11月份聘为西南政法大学的兼职博导，跟我一样，我都准备把他辞了算了。跟王立军非常诚恳的谈一些为什么一个法治社会是法院控制警察的社会，而不是警察控制法院的社会。为什么某一些个践踏律师的做法，如果践踏律师合法权利的做法，其实最终导致的是一个国家法治的倒退，我们谁不会有好果子吃。我谈到了文强在他炙手可热的时候，那他何曾想到说司法独立的价值，但是到他沦为阶下囚的时候，或许他就认识到这样的一种道理，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最后我甚至由道出一片红颜色的重庆，想到了红歌的红，红旗的红跟血液的红的某种相似性。我说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时时想到死亡这样的一种事情。重庆自打黑以来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们也不知道，有一些人很神秘的自杀，像巫小青，重庆市高院的一位执行局局长啊，巫小青先生很神秘的自杀，中午在一个羁押了十几个人的房间里边，说其他的人都睡死了，他一个人用鞋带在门上就被吊死了。那么多的死亡，真的想想人生不都有一死吗？大家从出生开始，其实成长的过程也就是奔向死亡的过程啊。被判决死刑的人，那不过是死得早了一点而已啊，而且留下很可怕的伤口，因为用枪决这种方式，留下的伤口很可怕，但是这种伤口是一种无需再治疗的伤口。我最后引了古希腊的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对死亡的一段话作为终结，最后祝福大家幸福，祝福我们的法治能够顺利的发展。那么我想没有一个事件，也许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30多年间，也许没有一个事件像李庄案以及重庆审判的其他的一些案件，可以说勾起了学术界跟律师界之间的这样一种更加密切的一种互动，没有这么一次事件这么强烈。大家真的是在可以说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在北京的一些聚会上面，甚至在我个人经常到外地去，当然我现在重庆我去不了，我现在还重庆，围绕着重庆转啊，成都前不久还来了成都，成都商报请我给他们内部做个讲座，但是重庆我去不了，许多那个校友在我的博客或者微博上留言欢迎我回去，我说我回不去，我不敢回去啊。李庄作为一个律师都不安全，我去了以后别人又嫖娼给抓起来了。我觉得学者们，中国的法律界、法学界，现在可以说观点的发生的也是很多的分歧。你可以发现，现在的刑事法学界、刑事诉讼法学界，有一些学者现在越来越强调所谓的中国国情，越来越强调我们要解决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而不是说
我们解决价值性的问题，大的体制性的问题。那么有一些学者不断的去鼓吹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东西，比方说中特论啊，这个马工程啊，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准备现在已经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宪法学也准备出来了，据说以后所有的法学院的课程都要用这套马工程的教材。我想今后还会有马克思主义犯罪学、马克思主义司法精神病学马克思主义，我不知道怎么编，叫马克思主义民法学，你怎么编法啊？这样的一种东西看起来有一种蔓延的趋势，也就是说改革开放经历了这样的30多年的时间，社会问题积累了很多，有许多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改革开放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有一些人就在想象我们是否可以回到老的那个时代，然后有不少人在主张说我们过去那个曾经有的那个50年代60年代是一个廉洁的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这当然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荒唐的一些说法。那么学术界当然还有一些像我刚才指出来的，像我的母校的一些个学者居然可以说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办法守住自己的名节。我唯一欣慰的是到第二季的时候确实是没有一个人再出来。重庆市委其实在第一次审判完李庄以后，他们召开了2次打黑方面的法律基础方面研讨会，邀请国内学者刑法方面的、刑诉方面的，所以邀请一流学者。后来我听说好像好几个什么会长副会长那几天都有病，都得病了所以他们的会议开的层次不高就说书记我也很不满意后果当然也不大严重那么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结合一些具体案件去，我们去努力的去就强化学术界跟我们实务界，尤其是学术界跟律师界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互动，我们到底去追求哪些个？我觉得现在最近的这些个案件可以说越来越多的揭示出我们的制度方面的一些个缺陷或者问题，这些缺陷和问题可以说是我们做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最痛苦，最在这个国家从事这一行最恐怖的一些个问题。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些案件我们可以观察，我们这个制度在揭示案件事实真相方面可以说是极其不靠谱。揭示案件事实真相在法庭上严重的依赖于比方说证人的出庭、良好的证据规则。我们都记得李庄案的一审的时候，第一次审判的时候8个证人没有一个证人出庭，当陈有希律师和当时他是跟谁合作的，跟高子成律师，他们要求说要求证人出庭的时候，居然最后审判长的回答是他们不愿意出庭。8个证人有7个人其实是控制在检方或者说公安局的手里边，但是他们说不愿意出庭，不愿意出庭就不出庭吗？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位审判长叫傅明建，他本身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他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论证人出庭的必要性我们在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间没有一条说证人不愿意出庭就可以不出庭，证人不出庭的理由只是说身体的疾患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或者你说证明的事实是一些非常次要的，根本不是主要事实，不构成对案件性质的影响，这样的证人可以不出庭，其他证人都必须出庭。当然重庆市方面会有一些个水军五毛党会说为他们辩护，说全国出庭率都很低啊，所以我们就好像是正当是合理的。但是我书记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从这期是案件的审判完全符合法律的程序，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那你既然你如此高调地张扬自己的这次审判，为什么不把它做得很漂亮一些？而且到了二审的时候证人
当然出庭了，有几个证人出庭，但出庭人们吃惊地发现他不回答问题啊，什么都不记得了啊，还听不懂对方的话，听不懂说散户的话，停就不动啊，快了。但是人们马上回忆起说，前不久中央电视台采访这几个龚刚模，龚刚模说普通话侃侃而谈在电视上，但是到了二审的时候就停球不动了啊，就不回答问题。这样的证人出庭等于没有出庭，因为你不回答问题，不回答问题。我们都知道这样一种事实真相是什么，在一个案件里边，可以说有许多的案件涉及到的就是事实问题、事实争议问题。像邓丽娇案件，在2009年5月10号、5月10日晚9时许，在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雄风娱乐城，一个22岁的姑娘拿了修脚刀。另外一说法叫水果刀啊，首任一位镇招商引资办公室主任邓贵大同志啊，邓贵大同志身上连中3刀，当场倒在血泊中不治身亡。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让邓丽娇如此的气呢？让邓丽娇能够挥刀，他们两个根本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他们虽然都姓邓，但是互相不认识，不认识。那么据说是两个醉醺醺的人，一个是邓贵大，一个是黄德志啊，黄德志是那个招商引资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他们一个劲儿的要求邓丽娇做什么，邓丽娇一直拒绝做，于是就发生了推搡啊，邓丽娇就被摁在沙发上，然后黄德士手里边还拿了一叠100元大钞，人民币100元的大钞，5000块钱的，5000块钱还有一点点厚度啊，然后拿着就打邓丽娇的脑袋，看你干不干，看你干不干，这么打。我觉得100元大钞钞上都印着毛主席的头像，这家伙拿毛主席打人，很有左派学者的风范啊。你们知道，如果他们要求的是说你必须要跟我发生性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邓丽娇享有一个正当防卫的无限正当防卫的权利。我们的刑法明确的规定，如果妇女面对的是一种强奸的要求，那她就有无限正当防卫权。这东西你必须要说，你要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尤其是一个22岁的姑娘，她的角度去设身处地的想，两个喝得醉醺醺的大汉，然后一个劲儿说你必须要如何如何，你摁倒他打他，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不能说等着事情已经开始了你才意识到啊他又原来要强奸我，那不行，那你要还是要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去合理的去想象，也许他们真的自己不见得是要求强奸。西南政法大学的一位学者叫高一飞啊，高一飞教授居然说这个公开场，这是公开场所啊，在洗浴城是公开场所，不大可能发生强奸。我说高玉飞，你真的没有强奸经验，我看。这个公开场所发生的事儿多了，这种强奸史上这种事儿多得很，怎么不会呢？啊，说怕留下证据，怕留下罪证。我说怕留下罪证就不犯罪，那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犯罪，怎么可能有犯罪啊？高一飞教授无非是想说，其实他们当时就是想拉着邓丽娇过去一块洗浴，过去一块洗浴叫水疗区，一块洗浴，那一块洗浴你两个大老爷们洗澡，你自己洗你自己的啊，你拉着姑娘在旁边啊，这姑娘也脱光了，然后3个人在这都得洗纯粹浴啊，洗呀、啊、洗呀、啊、洗，相濡以沫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不谈性事。我说你骗鬼去吧，我才不相信。哎呀，这事情扑朔迷离，到底当时是怎么回事？我们多么渴望巴东县法院能够成为一个澄清案件事实真相的平台。
如果邓玉娇根本是无端的杀人，比方说人家只是说，哎呀，玉娇啊，跟我们玩会儿扑克好吗？你拿出刀来就把人家一刀捅死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不是说过防卫过当或者是伤害，那简直可以说杀人罪。但是如果要求的是强奸，或者说如果要求强制性的发生性行为，那么邓玉娇干脆就是无罪。所以我说这可能是一个假案，这个案件可能就是说其实是邓贵大、黄德志强奸案的所附带的一个结果。为什么这个案件变成了邓玉娇的一个案件，我觉得真是特别的可恶。我们曾经在湖北省在武汉，在1995年开始开办了一个系列的持续6年的基层法官培训班。哦呦，可能全国没有哪个省份有这么好的条件，因为有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然后请了世界级的一些著名学者，像斯坦福大学的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哦呦，世界顶级学者，来给这些湖北的基层法官讲课，请了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戴安娜·伍德，伍德法官来给大家讲课。请了日本著名的法学家谷口安平，你们知道谷口安平是何等了得，京都大学的教授啊，来给这些基层法官讲课。请了德国的一个行政法院院长来给大家讲课，我都觉得真的是太奢侈了，暴殄天物。对基层法院的法官啊，其实也不大知道这些人到底怎么样啊。我作为一个项目协调人，在下面也在听课，他们中间还有人打电话。哦哟，那个时候1995年，那个时候手机刚刚反正哎呦很得意拿电话，行啊，我中午一块吃饭啊，哟就觉得顶上那么重要的学生。但是6年下来，每一个基层法院都有我们培训过的法官，国内的学者像梁慧星教授，像朱苏丽教授，像这个黄一鸣教授等等，都到这个班上来给大家讲课。兄弟我也忝烈莫习啊，也给他们讲过课。我都希望说巴东县法院这次露脸的机会来了，老子就把这样的一个法庭开得好好的啊！我审了2天，该传的证人一定要传到法庭上，然后作证，叫他们说实话，律师的权利得到很好的保障，然后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们让邓玉娇这样的一个案件成为这个国家司法公正史上的里程碑，我多希望是这个结果。我有一篇文章说巴东县法院、巴东县人民法院，这会儿看你的了。但是最后的结果，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持续不到2个小时，匆匆忙忙，按照有关部门所提前定好的调门、提前定好的罪名、提前定好的量刑幅度去进行了量刑。我们知道邓玉娇有罪，但是他可以不到监狱里边去，这样的一种司法制度可是何等的可怕，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执政，一张一张的纸在法庭上，这张纸你怎么去执政？我们了解一下英美国家的那种审判，你都知道律师大放异彩的地方，恰好都是在这样的一种对证人的质疑过程中间。甚至有一个美国的法官退休以后写了一本书叫党派性司法或者偏见式的司法，说美国的制度太过分了，那种特别厉害的律师简直可以说把一个诚实的证人给搞成了一个骗子模样的人。就在法庭上，这 律师特别为什么一些律师特别有名，为什么丹诺律师特别厉害，揭示案件事实，在法庭上进行对证人的指证。这方面我们的情况看起来距离非常非常的遥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指证，而且越是受到关注的案件情况越变得非常糟糕。这是我现在感觉到我们学界应该努力的去推动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实务界可以大家在这个方面强化合作的方面。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是法律解释问题，也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法律解释存在着一个相当可怕的一种随意性。有一些案件，我在这儿说成都有点不大合适，但是我还是愿意提到一下，因为我已经公开写过文章，孙伟民案，醉酒驾车
重伤撞死四个人重伤一人的案件，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的时候适用了不是适用交通肇事罪的条款，适用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微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从一个条文中间截取了一节中间的一小也一节，那么它是说以爆炸纵火投毒决水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你们知道这样一种后边这个等字当然包含着，也可能我们可以补充其他的一些类型我们法律没有列举的，但是所有的以这个罪名的非前面四种行为的必须要跟前面这种四种行为的危害性相当，而不可以说根本不相当的，像孙伟明一个人驾车送他父母亲到火车站，成都火车站，然后他没驾照，然后如果说他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那他把父母亲也携带在车上去危害公共安全，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你推断他的内心的心理状况这是不对的。但是看起来社会的压力非常的大，王兴俊院长都明确的说了，判不判死刑要看三个因素，第一法律的规定，第二治安形势，第三人民群众的感觉这个人民群众感觉不高兴，哎呀我们的法院就扛不住，最后就错误的适用法律，错误的解释法律，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使得一个人其实最高刑期是7年，最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幸亏不是马上就冲出一个警察一枪打死啊，还有一个上诉期，上诉以后家人变卖了房产给被害人补偿，最后才改为无期徒刑，而且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先例。那么最高法院似乎黄尔梅大法官说以后类似的情况都应该这么判，这完全是我觉得法解释学上的混乱。我们读像王自健先生的著作，那个著名的八本书俗称天龙八部啊，这个王自健先生的一个民法学说以判例解释这样的书，其实都在你可以发现一个法律条文他可以写一篇洋洋洒洒写一个很长的法论文，就是说要形成这样的一个主流的法律解释，法律本身是法律，对法律本身的主流解释在我们大陆法系这样的传统中间也应该是法律的一部分。如果一个法官居然违反了主流的解释去另外的适用法律，那么他就会引发一个警报系统，引发警报发作，引发这个国家的关注，因为这是为这个主流解释也许本身存在的也需要更新了，也许这样的法官其实本身他是错误解释了法律。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怎样的一种机制能够使得我们的法律解释变得不再那么随意，这是我们现在的需要联手，需要去互动，需要去努力改进的另外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觉得特别可怕的是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好像变得越来越行政化。尽管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有过一个关于案件的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的有一个司法解释，主导那个解释的主持那个解释的那位年轻人的是一个年轻的何帆博士，跟我也算是挺好的朋友，他一直在想方设法的搞一个说不允许请示上级法院，上级法院也不允许就案件对下级法院如何判决进行指令，但是最后出台之前经过最高法院的审美会研究的时候，这个原来所追求的那个目标被大大降低，似乎也最后又变成一个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如果是上下级法院之间经常就一些案件，像孙永明案件，从四川省高院在做二审的时候几乎同时在北京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黄尔梅最高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的委员黄尔梅女士也是法官，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直截了当地说四川省高院的这个判决是合理的，今后刚才我说了已经成为先例。
我说你都不会装着等两天啊，表示自己又后来了解了一下四川高院怎么审理，然后再去发布自己的观点，不要这样做的太明显嘛，就大家觉得事实上最高法院其实这指令四川省高院怎么判，其实已经决定了。药家鑫案，药家鑫案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似乎是至少开始的时候是说想不判死刑。最高人民法院主管刑事案件的张军先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一个学者，也是一个很好的法官。他现在好像主管这一摊工作以后，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尽可能减少死刑的使用，大规模的减少。那么这个案件呢，他本来好像透露出来的信息说存在了自首的情节，尤其是父母亲跟孩子一块去自首，这必须去要考虑，因为否则的话以后父母都不带着孩子去自首啊，父母都把孩子给送到海南岛去藏起来，这很可怕啊。那么同时又说这是一种不是预谋的杀人，毕竟还是临时起意的杀人，而所以恶性不应该那么大。于是最高法院似乎在悄悄地告诉下边说，可以不判死刑，判死不立即执行，可以判缓期两年执行。但是坏就坏在这个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他们真的是疯了，他们居然在现场发放问卷，大家对这个案件怎么判？然后现场听众中间有许多是学生、大学生，有传说说大多数是来自药家鑫的那个学校西安音乐学院。他们这种做法引发了人们的满腹狐疑。然后巧的是，中央电视台也少有的说报道说，哎呦，说药家鑫是一个好孩子，这药家鑫这个孩子，哎呀，真是心里啊，可能也受压抑。啊，受压抑，老是练钢琴。其实他得了很多的奖状，也乐于助人啊，如何如何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啊，他本来是一个心理专家，他不是一个精神病专家，但他经常越界法讲话。我记得当年的陕西的那个邱兴华案。邱兴华案，我们当时呼吁说给邱兴华做一个司法精神病鉴定吧，因为邱兴华实在是让人觉得确实莫名其妙。他到庙里边去把十个香客给杀了，那香客根本没惹他，为什么杀？原因他说这个庙里的和尚摸过他老婆的屁股，杀完了人以后又把人的心肝给割出来，然后在锅里边炒完了以后喂狗吃，然后被判了死刑。一审被判了死刑，记者问他说你被判死刑怎么样，他是一个农民，然后他说死不死刀我也无所谓，最可恨的是最可惜的是我写的书没人读了。记者说天哪，你在写书，写什么书啊？他说主要是解决海峡两岸关系方面的。而且邱兴华的夫人说这个家族真的有精神病的历史。但是我们呼吁做鉴定，李玫瑾教授当时站出来说，根据我的观察他根本没有精神病。于是邱兴华急急忙忙就被杀掉。那个时候他是站在这个角度说这个人没有精神病。哎，到了这个药家鑫案的时候，他站出来说这个他连捅开除了连捅八刀，法院查证说他捅了六刀，其中有两刀是反抗过程中间形成的刀口，然后连捅六刀。李玫瑾教授说这个可能跟他弹钢琴有关系，他弹钢琴弹了一点嘟就弹下来了啊，那个所以有一种强制啊。哎呀，大家都觉得奇怪，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他现在也变成这个样子说这样的话。然后有媒体啊，南都周刊南方系的媒体请我写篇文章，我后来写了一个书信体的文章，基本的观点是这个药家鑫这个人其实用一个成语来说叫不可救药。有许多人知道我个人一直在推动彻底废除死刑，但是我说废除死刑是一个立法行为，不是一个司法行为。我们不可以说西安这个地方哦，明明根据现行的立法和现行的这样的一种司法实践，这个人是应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但是
由于大家都关注了，大家都呼吁了，由于这个年轻人看上去还不错，于是大家就说哦，不判死刑。那么其他的地方可能类似的情况没有得到关注的就被判死刑，那我觉得是法律面前不平等。所以我觉得药家鑫是不可救药，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媒体或者说有一些人所表现出那种离弃，那种张扬的那种暴力的那种倾向，觉得令人忧虑。比方说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教授，孔庆东教授最近特别活跃啊。陈有希律师在孔庆东那儿就是汉奸律师啊，汉奸律师。我就是汉奸法学家啊。他在对药家鑫的评论那个视频叫第一视频，我也不知道哪个地方啊，猫狗办了一个第一视频啊，然后每天晚上都请孔庆东出来对社会问题发表讲话。大家知道孔庆东是研究文学的啊，研究金庸，研究鲁迅，每天都讲话。这次讲到这个药家鑫案，然后先放一个短片，庭审的短片，小伙子看着在法庭上，这个泪流满面啊，忏悔不已，然后。女主持人说：“哎，看上去孔老师他一点都不像是一个杀人犯。”孔庆东说：“杀人犯写在脸上啊，你看，哪个杀人犯在脸上能看得出来啊？杀人犯都长得像我这个样子的，就是杀人犯了啊。”他当时斜着眼睛那种有点像啊。然后，接着马上就说：“我告诉你，这就是一个杀人犯的脸。”这典型的杀人犯的脸，不过杀人犯长得都是这样文文静静的啊，长得不错，这个样子很温柔的样子，这就是典型的杀人犯。而且他的名字，你看药家鑫这个鑫字三个金，那就是指三把刀的意思，他名字就是一个杀人犯的名字。哇，接下来说，女主持人说好像他有自首情节，马上就说自首，我告诉你。有些犯罪自首是没用的，你可以不自首，你跑，我叫你跑，我把你全家都给杀了，就连你九族，哎呀，这公然这么说，然后说这个，哎，现在到底哪儿出了问题？一个年轻人就下来就这么杀人，到底哪儿出了问题？我告诉你，孔庆东说，都是这些改革开放以来就学西方。学美国，学德国，学欧洲国其他国家，都不跟着共产党走，都不听共产党的话，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告诉你，然后接着马上又说，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在德国绝对不可能发生这么黑的事情，我都搞不清楚，我说这个逻辑都乱。后来我这篇文章把孔庆东的这个逻辑错误，不客气的都给一一分析了一下，结果。哎呀，简直把他气坏了，可能啊，所以这个最近我这个经常被他在网络上抨击啊。我最近对于红歌写了一系列的东西，分析红歌的这个价值追求是什么，回忆自己小的时候，我们唱红歌，唱了一歌曲啊，就是天大地大啊，不如党的恩情大。我觉得其实后来改革开放之后，也有一些歌曲是红色歌曲，像殷秀梅爱唱那个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啊，你用什么乳汁儿？我就黄色歌曲。